说起这一次，还真是多亏了茉莉。要不是茉莉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贪污犯，也不会引起阿浪的注意，更不会引瑞王这条大鱼上钩。对，老方，也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当时趁乱换走了那些假账本，也无法给瑞王致命一击。哎，你们当时是怎么换的呀？我看到那箱子里明明装的是我们做的假账本，怎么最后变成瑞王的账本了？当时王爷正和瑞王争执，我就趁箱子被挡住时迅速地调换了里面的账本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老方你厉害啊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去换了账本，连我都没看出来，害得我当时十分紧张，生怕没换掉。要是没换成功，王爷又怎么会同意瑞王封箱呢？只有那瑞王自以为是，以为真的抓到了咱们王爷的把柄。为了让咱们王爷丢脸啊，他还特地的叫了许多大臣来，没想到最后让大家看到的是他自己的笑柄。老方，你们是没看到啊，当时在大殿上，瑞王发现账本被调包以后，那脸色有多难看。他想抓咱们王爷的把柄，没想到却把自己搭了进去，这种自己举报自己的感觉看着真的很解气。那他当时有没有暴跳如雷？岂止是暴跳如雷，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直到看到那些账本以后啊，瑞王才知道他带进宫那些金银财宝根本不是咱们王爷的，全是他自己的。他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？当然算。你们不知道当时有多紧张，王爷拿出瑞王这么多罪证，瑞王一句他可以叫陈长青给皇上炼丹，皇上就准备放过他了。什么？皇上竟然昏聩至此？瑞王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他竟然为了几颗仙丹就想原谅他？是的，皇上已经试丹成瘾，上次瑞王和婉妃偷情一事他不也饶了瑞王？这一次啊，皇上仍旧离不开仙丹，幸好王爷叫我提前把陈长青抓了过来，又逼陈长青在大地上当众服用仙丹，结果陈长青在服用了自己的仙丹之后当场暴毙而亡。要不是这样，皇上还被他们蒙在鼓里，还不知道这仙丹有毒呢。那后面呢？皇上可以忍受瑞王给他戴绿帽子，但绝不能忍受瑞王想毒害他。再加上瑞王意图谋反，他当场就将瑞王贬为庶人，押去天牢终生监禁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说还是王爷思虑周全，如果不是让皇上知道这仙丹的真面目，估计这次也拿不下瑞王。现在瑞王被终生监禁，王爷可以说少了一个麻烦，咱们终于可以去找王妃了。对，等把孩子们安顿好之后，我们就出发去雪月国救王妃。好，王爷，我们支持你。